这个苹果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你就这样子，随便摸，摸到就摸到，没关系。妈，是吧？你这些水瓶哪里来了？过期了，不能喝。我不喝，这种水怎么喝？给我瓶子。放在上面，你给我过来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就放在上面苹果。啊，明白。不要着急，哥。这个就抢到，没关系。倒给我，不是这个，要个开封的。开封的？哦，没有，就这个。开封的。什么？两秒多少倍了？3.1。那你用用加我那加我加加我这个用音频的微信嘛，哦，加加这个好友加进加进去，嗯，你要稍微动几次手应该有。你不用看这个，好了呗。那滚到那边去。上来一点，下来一点点，哇，下来漂亮，beautiful， 3.6，3.6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次，就下下完，完美，对棒，我要长得也长，哇，我这是蒙着眼，你放着，快点，劈到没有？刚帅不帅？真劈到，帅不帅？只能说没有那么厚度，没有那么大。不可能是这边吧？对，这个啊，这个可以，一般。3.9了，加油！好，我就这样蒙着，不要那个，好的。其实这个布。我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。动作可能会劈到瓶子，但是劈到苹果。公路是吧？这边。周围没人吧？等会我看。那凳子，我看一下啊，翻过来。天哪，就这种3.4，贴的3.9吧都。没事，原来没有，哎，那3.5呢？